生同电影一样，在不同的场景扮演着不同的角色，而每一个角色都必须经过努力才可以做好。希望每一位更生先锋领袖可以做好自己的角色，努力锻炼充实自己，从而透过不同的活动感染社会大众支持更生，以生命影响生命。体能呢个环节令我好开心，因为做完体能之后咧，令我开始渐渐变得大只咗。大家都话都成日讲就话步操系辛苦但值得啦。咁步操嘅过程啦，其实真系好辛苦啦，有时脚会好痛啦，会真系会损咗啊，起扑咁样等等啦。咁但值得其实就系指当我哋坚持到落去嘅时候啦，咁我哋就会发现其实大家嘅动作可以做到好齐嘅一啲满足感啦，咁系真系好值得我哋用咁耐嘅时间去坚持。更新先锋领袖嘅学员，你哋要谨记，即使遇到困难同埋挑战，都要坚守信念，推广奉公守法、支持更新嘅信息。更新先锋领袖。